2017年底因病暂停演艺活动，原本预计隔年就会复工，但后来碍于身体状况，一直拖到现在都还没实现。不过最近有传言声称萧亚轩11月即将复出，掀起歌迷热烈讨论。萧亚轩自从爆出生病消息后，新专辑尾牙演出以及巡演都陆续取消，推迟所有工作专心养病，连社群网站都很少再更新，让粉丝朋友都十分想念他。日前有网友爆料，萧亚轩经过休养后，准备在11月回归演艺圈，甚至还邀请来 Justin Timberlake 合作。然而消息传出后，却被经纪公司否认。不过他们也表示，萧亚轩身体确实调养的差不多了，正在努力准备复出。